前方红绿灯左转国道一号。大家都知吼，嗯，到位就讲，到位就讲。西街头，而且个西道西道转来，然后一条去到遐，去到迄、那个梯田也是，梯田也是建国拢同款，拢西街头去咯，差咱个厝离足远个，所以较远个。咱只要一条一条行来看到迄转，转山高个就好，免你去看条内底。嘿，卖地人咧去啦，地人咧是南下台中啦。啊，你不是要在遮吗？这条这是主动。对啊，我看你等下搁继续丢西啊。你可以搁南下了啦。对啊，看你没有转进来啊。这条在西啊，搁这里要比再转。保持右侧前往国道三号。